上期节目中，四组选手小帽连唱，精彩纷呈。在拿手好戏环节中，一号选手王丽杰、赵德水嗓音高亢嘹亮，实力不凡。接下来二号、三号选手将会带来怎样的表现呢？不要走开，精彩节目马上开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二人转总动员第八届东北电视二人转大赛老年组第十九场比赛。本节目由吉林省红十字会肿瘤救助定点医院博文医院冠名播出，本节目由红翔种业赞助播出。接下来共同进入下一环节，一起听听他们的拿手好戏。拿手好戏，此环节为选手正戏比拼环节，评委打分，分数低的一组将被淘汰，其余选手进入下一环节进行才艺比拼。五代禅堂莫叫我扫啊，这南朝皇帝蜀赵刘高啊，并州这头郡一十六载啊，抛下这个李三娘啊，哥嫂家高啊，哥哥带我这倒也不错，是上次嫂嫂我可真刁啊，到白天景台前去担水呀，夜晚这研磨到了五更啊，叫啊，这一日李三娘莫放睁眼啊，莫呀，我的嫂嫂喊声啊高啊，李三娘我放下磨杆不言默呀，我一到我上房啊，见嫂啊嫂啊，见着我的嫂嫂飘飘下拜呀，人家嫂嫂你听着啊，你唤这小妹所谓何事啊，快对小妹把话笑啊，闻听啊这句话连叫小三你听着啊，眼看那天头啊已过午，你还不做饭着把水挑啊，李三娘啊闻听啊这句话连叫嫂嫂你听着啊，这屋里没柴小妹这个我去抱啊，家里没寻叫我哥哥挑啊，是闻听着这句话人叫小三你听着啊，你哥哥今年五十这个单三岁，未从这挑水呀，丫鬟呢要啊，你三生要应啊，挑水的话是无话，将来无话小，你三生不应挑水的话，一鞭子蘸点凉醋就往你的身上啊笑啊，娘疼痛的难言，我这哭哭啼啼呀，来到厨房啊料啊，拉木鞭的我就拿在手，这两头担起了盛水烧啊，李三娘啊跳着水桶往外就走，偏赶上这老天爷你就叫下来，鹅呀毛啊，飞那是江地呀，哎啥呀，人哪哎到外海哎哎哎哎呀，哎呦呦我那啥了人的天啦啊啊啊啊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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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水我就往前那走，惊台不远的来到了，我两头放下盛水桶，使着尖尖我把五楼围绕，三娘打把这两桶水呀，倒把这个李三娘给冻啊，冻哭了啊！阿姨呀、啊，这一张嘴就能听出来，老腔老调啊，确实是好听。和大家说说，您唱戏唱多久了？哎呀，唱大半辈子了。那以前都在哪儿唱啊？哎呀，我唱戏的时候是东北三省，我唱遍了。嗯。吉林的雁鸡图门、孟远，黑龙江的齐齐哈尔、甘南，哎呀，一直到扎莱特旗，辽宁的这。沟帮子什么黑山县易县锦县一直唱到锦州，到辽阳以南一直唱到大山区，我们有十多个人组成个小伴儿、一直反正就这么边走边唱，也有不少搞笑的事儿。那说说呗，说有谁有啥有意思的搞笑的事儿。我上戏那时候我能挣赏去，对，我有一次上下乡唱戏去了，这观众说的，你挣不来这个大队书记的场钱，说他抠门，我说我试试看吧。啊，哎，我说我夸夸他吧。哎，是个招，怎么夸的？书记，你要赏给我呀，银钱那几吊啊！你要是啊下乡种地呀，保证能打万担粮啊！书记呀，你要赏给我呀，银钱这几吊啊！怎么的？你的大队书记，你永远这能干长啊！王又说了，他还不给我，还不给。我说书记，你要赏给我呀，银钱了几吊啊！你的儿子考上那清华大。还能出国去留洋 就我给他说的，哎呀，快留点，快！这都整到儿子这边来了，把钱就给我了，对呀、啊。那这肯定给钱了。他也愿意让他儿子后代当大官。那当然了，那当然了。哎呀，我就给挣来了。你说您是特别的机智，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有意思？有啊，再跟我们说说啊。有一次我们出门就碰着这个环卫工人，哎呀，冻得嘶哈哈。哎呀，我说太冷了，给他调调空气。我说的。环卫工人，你们多辛了苦啊！起早这天黑你就搞卫生啊，卫生要搞好，这环境好啊，领城啊，人民这少得病啊。我从内心我感激你呀、啊，祝你们这福如东海，寿比这南山，不老的轻松。哎呀妈，这玩意儿就把我人家带印带不差，那他肯定特别高兴。完，他当时就不冷了，就那肯定是的。有人这么夸他，我肯定开心的。啊，我就是乐意现场发挥，现场发挥能力特别强，是不是，阿姨？哎呀，不行，我夸夸你。哎，你看你咋这么的想法？哎呀，哎，不用用太多词儿啊，阿姨，就简单夸个十分钟就行。公海，你这长得呀，十分的英俊呐，哎哎。17天的大闺娘还都把你相中啊！啊，真的吗？也不知道哪家的姑娘啊，修来的这福啊！哎呀，能找着公海呀，你就当老公啊！
你们二人恩恩爱爱呀，要是结婚后哎。怎么呢？哎呀，到秋后保证能把这大胖小子生啊！是不是行？太行了！你姐没结婚呢？我结婚了。哎呀，那不敢烫，这是。你这就说，就感觉，洪老师经常说的一句话：结婚早了。阿姨，您真的是挺会夸人的。我现在心里边我都乐开花了，我都。别开花。我觉得评委老师这边肯定也是有着自己的一些独特的想法。来，我们听一下这个严峰老师，您给说说。非常的好，在这个年龄段还能够在舞台上演出，很不容易。提点呢小小的意见啊，就是在舞台上啊，您呢应该讲究一个动静结合。整个上在舞台上，包括您唱这些个唱腔啊，都非常的好，啊，满台就是没有停的地方。真正说表现人物的时候，您可以站着唱，哎，但是您不表现人物的时候呢，可以啊活跃起来。希望阿姨能够取一个好的成绩啊，谢谢。好，谢谢严老师，谢谢，掌声有请下一组选手。算卦之人呐、啊，就在一旁站呐、啊，哎呀，听我把孙那手啊，慢慢往下演呐、啊，想当年。你随你父亲呐、啊，前去扫北呀，哎哎呀，杀死了黎民百姓啊，我就损了我手啊，损去你的羊。本是头部的损伤啊，对我讲过、啊，听我把二部的损伤啊，慢慢往下演呐、啊，哎哎哎呀，想当年有一员大将啊，名叫单雪琴呐，哎哎哎呀，你二人各得一主啊，我们各占先呐，哎哎哎哎呀，那一年单雄心呐、啊。杀死了那是山家的男呐、哎哎哎哎，杀死了单雄心呐、啊，我就损了我手啊，损去你的羊啊手啊。都是十年呐、啊，这本是二部的损伤啊，对我讲过、啊，听我把五部的损伤啊，慢慢往下演呐、啊。他对你呀情深
人吓到了啊。血沾了啊，那是龙床啊，哎呀，损去你的阳啊寿啊，又是十年呐、啊，哎哎哎呀，挂住你掐一掐来呀，你就算一。孙去阳寿整整五十年呐、啊！两位阿姨今天这发挥的不错呀。有事儿你得给我们俩解决了。不是，什么事儿要我解决？怎么的了？你说。那刚才人两位选手都自编自演一个小段子，那我们俩也不能落后是吧？那倒是，那你们有准备吗？那必须准备，来总动员，那他不准备准备，那你多丢脸呢？你说是不是、啊？真的呀！啊，那唱着能听的呗，行不行？我们二人站在舞台，深搭一躬啊，抱一抱家乡姓名，朋友们记在心中啊。人过留名，我叫李秀燕；雁过留声，我叫张淑清啊。都来自梨树县，是朝沟国家店。从小我们就爱唱，跟着那戏班听啊。赶上了好时代，老能有所乐。上了总动员，无悔这一生啊！唱的不好，观众们多担待，恳请专家老师多多批评啊！不用有掌声啊，谢谢了。你看咱们观众的素质多好，他俩唱不用有掌声，立马掌声哗哗就起来了。不用不用，掌声不用，谢谢，不用不用不用，停停停，不用停，谢谢。我发现咱们今天呢，这三组老年组的选手都挺有才呀，这一个个上来之后，咔咔都一顿唱哈、啊。哎呀，那你们这也是准备好长时间了吧？那你们俩练戏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有戏有意思的事？啊，那天我就上他家去练戏。他来练戏，我们还没等练呢，我妹子来了嘛。那来不挺好吗？中午给人做顿饭。也吃个饭啥的，人家吃完饭来的，你说说搁这嘎达就想多待一会儿，你说我俩就干掺着急的练不上戏，那没招啊。一起做顿晚饭吃啊？晚饭就该搁这住了，你说说我家屋小就没地方住呗。那是我就给人家他妹妹挤走了，完了第二天他又来了，第二天又来了，嗯，一看我还在这，你说你咋还没走呢？就我今儿又白扯了，又得回家了。人家来了，奔着你来的，还你还不怎么搭理人家。这干着急呀，那没招啊！啊，再来没来呀、啊？再没来，你没来也没打电话，完了然后他走了，是不是不理你了？生你气了？没准我不知道生没生气，还惦记。你说说这心就分两半了，这闹心劲儿的，你说？哎呀，那你别闹啥心呢，想办法解决呗。我给你想个招得了，咱就在现场给他打个电话，把事唠开不就得了吗？行不行？哎呀，老妹儿啊，你现在咋样了？我现在挺好的、啊。那我们练戏的，你去，你生没生气？没生气，生啥气？嗯，然后我还挺支持你们的，我这身体不好，我好我都跟你们去练去。哦，那就好，嗯，那就好，行，没生气就好。老妹儿你好，哎，你好，啊，你好，我是那个《二人转总动员》的主持人龚海。啊，哎呀，是吗？都在电视上看见你啊。现在你姐啊正在参加我们的比赛呢。啊，你给他加加油呗，给他说，对他说两句话呗，行不行？啊，好好好，祝四姐那个比赛成绩的那个第一。
你倒真不客气啊。那是啊，你捡来了就拿第一，我必须支持啊。进个前四啥的不行啊？啊，那是那也行吧。我跟你说，一共就四组。一共就四组啊？那不行，那最低得进前二。最低进前二，就是希望他有好成绩呗，是不是？啊，对对对对，希望他取得好成绩啊。行，好，那就挂了啊，再见，老妹儿。哎，再见再见，哎，好嘞。好嘞。哎，我这个老妹儿吧，是特别支持我。告诉我四姐你就玩吧，你也没啥爱好，你就是喜欢这个二人转，就学吧，你就玩吧。所以说家人就要互相关心，对，然后希望你们的感情能越来越好，好不好？好，来，掌声送给他们。谢谢主持人。来吧，我们回到比赛当中来，得评一下评委老师这边，张文老师，您给说一下刚才两位唱的怎么样。刚才你们选的这个戏呢是非常不好唱的，刚开始唱的时候呢稍微的有一点板式拖了一些，这样的话就是感染力不是特别强，但是呢你们两个的真诚表现也达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最后雕板的时候呢顿板那块再加强一点，你们表现得非常好，谢谢你们。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好，谢谢张文老师。谢谢。来吧，我们用掌声把另外两组选手请回到舞台上来，有请。好了，那看过了三组选手第二环节的表现之后，五位评委老师接下来请分别根据他们第二环节的表现来进行打分，先为一号打分开始。好的，这是一号得到的分数，接下来五位老师请为二号打分。二号得到的分数，接下来请为三号打分。刚才一号选手所演唱的剧目在参赛剧目库当中出现的次数少于等于三次，可以在这一环节评委给出的总分基础上增加0.3分。来，场上三组选手，三二一，转身看成绩。恭喜第一组、第三组成绩暂时领先，可以先下去准备接下来的比赛了。今天来参加我们的比赛，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和我们分享一下？心里挺高兴啊，挺高兴的，是不是？我没想到我都70多岁还能站到这个舞台上演出啊。嗯，其实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把这样的这份开心呐、快乐一直保持下去。感谢您到来，再见，再见，阿姨。那在进行下一环节之前呢，又到了我们的嘉宾表演时间。我们今天呢想请一位新人，但他二人转唱的歌唱都特别好，我对他是非常了解的一个老朋友，张帆老师来唱上一段，掌声有请。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二人转总动员第八届东北电视二人转大赛老年组第19场比赛。本节目由吉林省红十字会肿瘤救助定点医院国文医院冠名播出，由红翔种业赞助播出。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下一环节，艺压群雄。艺压群雄，此环节为选手的才艺比拼环节，由现场的大众评审投票，得票数最低的一组选手将被淘汰，其余选手进入下一环节。严峰老师在看过了两个人的才艺展示之后有着怎样的感受，有请。整体的唱得非常好，这阿姨的嗓音太好了。夏庄啊，刚才唱这首开门红的时候始终节奏就稍微差那么一点点，但是阿姨前边都能给你兜得很严实，对于你俩的表现呢我感觉很不容易，谢谢你们二位。好，谢谢严老师，来掌声有请下一组选手。接下来请收看海选比赛，掌形台呀，日子金牌万里威呀。长这么英俊，咋不带个搭档来呢？找不着对象。光棍的日子可真难过呀。30年以前就喜欢你们俩，看过你俩的《水上篮球》《爱出嫁》。接下来请收看海选比赛。我今天演唱的小帽是《绣花仙》。正戏是六月雪，来乐队小猫。
全呐嘛，嗯啊还有，嗯啊还有，众八仙修的全呐。小猫绣八仙呐，绣八仙了没唱好啊，朋友们多包涵呐、啊，我祝朋友们一生平安呐、啊。嗯哎哎呦，嗯哎哎哎呦，我祝朋友大发财，哎愿呐，哎哎哎哎呀。戏校派的韩老师说：“这么溜光小水滑的小伙长这么英俊，咋不带个搭档来呢？找不着对象。你别说找对象，叫找搭档。搭档先不好找，反正等参赛的时候就有搭档了，是吗？我就找个人了就。啊，那不能，你这个要想比赛，你必须这搭档你们两个也有的磨合的过程。一定得好好的排练。嗯，你唱段什么戏？六月雪。”开到真二弦，身啊秋刷卷，二品高官，天上我锦城令上职，出招我地面查理密院呐、啊。我先斩后奏，我全凭这把尚方剑，掌刑台呀，于此金牌万里威呀。这一日斗天章，我来到了三阳县，重返了故土，我楚木心酸。想当年我离开了家乡，京城英雄啊。将我儿抛在家，我们父女呀不团圆呐、啊。窦天章，我坐在轿内朝外观看，楚州地满目凄凉啊，景色惨然，山不见草地。你就是窦天章坐在轿内往外看，你把那扇子再举起来，你刚才什么样？哎，对，稍稍高一点，那个视野，稍微向上一点，啊，坐轿，人物的感觉，那底下那个脚，底下那个脚应该是一步走对走，唱戏嘛，你此时此刻你唱的是窦天章，是就不是你这个溜光就是别人抬着你呢，对，抬着你走呢，哎。轿帘扒开，或者是扒开，或者是搁扇子这么打，那也是、也是这个，一边走一边看，唱戏就是你心里头没有，对，可能也是没有导演，没有也没有老师给你说，光把这词儿唱完，就把这个唱下来、你得研究，你唱什么戏你就得研究它，这戏里一共是几个人物，人物之间什么关系啊？就是说你要自己悟到这一点，你就会好好的去。琢磨它，体会体现在台上把它体现出来，那不就是完美的吗？是不是记住啊，记住，对，你就一定要自己去通过。我来自中原市长岭县，我心目中的偶像终于看见活的了。我三十年以前就喜欢你们俩，看过你俩的水上篮球打暑假最早的戏，我都这是我的助演，叫李桂香。啊，他们是临时搭档。啊、临时桂桂香，你有搭档啊？我有。啊，那好了。有。
的节奏有问题。那个鞠大刚，我看你来一段鞠大刚能不能找回来。响叮当啊，前半辈子我是个穷光棍啊，到现在我还是棍光啊，光棍的日子可真难过啊，想起来好心伤啊，清晨起来没人做饭呢。好了，可以。哎呀，这咋整呢？刚好容易把调找回来了，还是没有板，没节奏，就是你没有新板。对，嗯，就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你还不行，这玩意儿你还得找个地方，还得学。这心里没有板，这个不行，节奏感唱不了。那跟乐队无法合作，无法合作，对，跟对手也无法和谐，无法统一。那在舞台上怎么办？你是自由派的啊，你就是干你的，你有啥活就干，你就个人干去吧。你唱我没学会，不懂节奏，你音高还得够。你想学这个，耳音也可以，没有节奏感也不行。啊、只能是这样，你的声音太高，你要把它修正了挺好，待定。明天您将看到第八届东北电视二人转大赛。别看擂主挺强的啊，我也尽力把他拿下。我再接再厉，还要当擂主。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最后一个环节——永斋桂冠。一个小舞台，要脸儿唱起来，有大哥讲话。哥哥名字改没改呀，改没改小哥哥？小名叫栓柱，大号叫奎元呐、啊。我本是骊山圣母大徒弟，高山学艺整三了灯。接下来投票开始。获得老年组第19场比赛最终擂主的这组选手，他们就是我们场上的国文音乐。提醒您，下期更精彩。